鸳鸯戏水叶，鸳鸯双栖蝶双飞。鸳鸯戏水不好吗？哎，不拿。岳哥，就您下去了，有什么陷阱是吗？我去，有反转了一会儿。哎、有没有愿意在这？不是，哎呦我操！我这头撒黑粉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冲一下？没事，你脑袋不进去。不是，一会儿一游，后边吹黑马冒黑线，吹黑道了。不，你脑袋又不进去，你脑袋撒什么黑粉？因为我头稀呀、啊，这样显得多呀、啊。不是，岳哥，你还怕陷阱吗？怕。你不用怕，你已经这样了。来吧，开始吧。你这黑粉。没事，他黑粉比你多。我拿黑粉比你多，先问王九。妆也化了。妆都化了。岳哥，游到这时候，我放了个屁。我怎么记得？不起啊！我好身长骨折。其实我说我能游三米吗？你这是打赌的。你学的火吗？刚才我这就是火花。陶玉福，你是我那有点海报那个。我看你那标准。陶玉来，一二走。哥，你能瘦下来？你让我说。赵老，你别这俩前爪一块儿跑，你这样跑，不是狗刨，狗刨这前爪是特别快，就是这样。人这样，他那个看过，我们家金毛就这么游的。王浩南，你们家养的什么狗？金毛啊，嘿，真跟狗连线。师傅到。潜水呢？哎，鸳鸯戏水金芳飞，太好了，这鸳鸯。哎，蜘蛛精那集啊，天气太热了，改他老朱也洗洗吧。来，老朱也洗洗。把一个东西偷走，是要把孙老师扔里边吗？怎么样？哎，咱们弄弄师傅，咱弄孙老师怎么样？好啊。哎，我就这一身衣服，我就这一身衣服。来。谁扔谁呀？成功了，他也成功了。他太胖了，他练过，他原来在家他就练过，就摔伤了三轮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那是吧？出水口啊？那个出水的滑梯。那是滑梯，你说的滑梯？小耗子的滑梯。什么哎，咱们比赛吧，看谁敢喝这水。我当评委，你们喝吧。哎，导演组一人发吸管来，谁喝干了算谁赢。哎，来，比赛开始。这是没得玩了，咱是真没得玩了，还是就愣来了？愣憋。你以为没事就站着来泡澡来呢？栾一鸣，哎，跟他们说吧，省得他们瞎琢磨。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，别钻了啊。师傅让我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把咱们都搁在这儿是为的什么呢？为的就是让大家泡一泡啊。已经泡说完了，说完了。如同没说，太好了，你坐下行不行？给你扇着，给你扇着，我用你给我扇，容易感冒，扇着，身上湿气重。干嘛呢？跟这儿抠脚的，你上那边去。你躲开我这儿，抠脚大仙，到你了。挺好。其实我看着烧饼，我是很感慨的。对呀，还有抠脚呢，他都会。你再抠脚，你。哎呦！就得惩罚你们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看我在那边儿，妙了呀，哥！你看给你师叔气的，泪流满面。你下来玩会儿，给他先蹬下去。没带别的裤子，管我了。玩会儿没带别的裤子，管你那个去。哎呦！长水了，长水了，忽悠一下。胖子，你来多少年了？十一年了吧？咱们那年在哪儿后台劝的胖子上咱这儿来？济南吧，还是郑州啊？哪个动物园后台？就全
就是你彻底说上德云社上班来是哪后台？郑州不郑州？郑州是吧？打那天算有十年？十一年了吧？都十一年了。十一年。瞎吹的吧？零九。零九吗？还跟我一年了。你还接吧。小师哥，哎，救人救人救人，别聊了，这回这回失票吧，孟老师溺水了，没事吧孩子，好喝吗兄弟，你过来跟你孙叔交交心来，别交交心了，一下就来来来，那天孙胖子说上咱这来是你在后台吗，那跟点吧，是他没在吧，不是，是咱们先说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捧哏演员说的话还挺整齐的，会说话，会说话，越缺一捧哏，还挺整齐的啊！对你的优质评价，全知全影，会说话。这个不能说是算拢的，因为我跟他的交情，这个不是他来这儿这十年，走下去啊！我认识他那会儿，他才多大呀？那么大？就哎他，您说什么那么大？耳朵，哪年哪年还没毕业了吧？九六年吧，九六年认识他，我在北京小95年底，北京小茶馆说书那会儿我就认识他，他那会儿是那一堆孩子里边最胖的，哎，也差不多，但也不是有好几个这样的，好几个，他们那一堆都是没人样的，还有叫那一栏里边王磊也胖，那会儿他还小，这一晃就这么大，你算他离婚多少年了？哎，说这个干嘛呀？但是你得这么说他。咱们最苦的那会儿，胖子是没赶上。哎，那会儿你比如烧饼，这是最有发言权的，对，儿童对吧？烧饼跟小栾、小月，对，这都是前后脚的。烧饼头一个，在这里边来说，对，没有烧饼苦不了啊。那倒是，哎，我是那 C 神。哎，没事。到这儿了还怕水啊？倒也是啊，怕水了。您不怕水啊？别搓脸。烧饼，你，我想起有事儿，你得让你爸你妈找一下那个网络上的自媒体啊啊，你们得发点帖子说一说，说啥？嗯，他爸爸他妈为了他把这个哈尔滨的房都卖了，带着他那么点小孩上北京，对，哭着喊着学相声，嗯，后来这网上自媒体说都说德云社不收学费，人烧饼家把房都卖了啊。你让你爸说一声，卖房钱一分钱没给我啊！我爸现在也说不太利索。那你妈说呀，对吧？那我妈能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您可别后悔。我妈要一张开嘴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说这点事儿，没事了，没事来了。好家伙，没有比她更惨，她就是半拉鱼鸡，我跟你说吧，国伟不在了，你就以这事儿可以要挟一下金手指。我说的我心都骂凉了。我们是亲眼看着烧饼啊，一步一步成长到现在。对，烧饼那会儿就说句良心的话，把德云社门口所有的摊贩全得罪了。好，我们那个屋啊，德云社那个天桥剧场啊，按规定来说好像是能卖300多张票，但是我们当年卖都卖700多人，没有包厢，没有什么雅座，因为连包厢的那个桌子上面都会坐人，沙发背上都坐着人。对。然后门口什么叫烤毛鸡蛋的呀，摊煎饼的，你屁股底下坐一小凳子，你不能站起来，你一猫腰给人拿东西，烧饼到后边就把你的凳子拿走了，然后跑到剧场里边，这凳子就能卖座。对，哎，只要是一开场，比如1点多2点开演了，这个观众只要一有座，就一定要死在这个凳子上，你半截赶上厕所，这凳子马上就会有人买走，又是烧饼的卖。哎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就那会儿你记得吗？咱们跟家中午11点吃完饭就开车往剧场跑，都得干活啊。然后，你师娘在前面盯着这个售票处。我跟我师娘，最厉害，有一次把售票处的那个门挤碎了。我跟我师娘往厕所跑，是吧？是，门挤碎了，玻璃烂了，大铁门给挤开了。门拍下来了。对，门拍下来了。然后园子里边烧饼他们带着人。师傅踩着这个一楼的这个凳子上面，踩一楼凳子上面，往二楼你地板凳儿一条椅，坐着，记得吗？其实您咱们这个影像资料留的最好的那回，其实就有一次是，咱们下午场干的太晚了，晚场的观众往里进都不愿意走，这两波观众查一起了，最后实没办法了，站台上观众都坐台上，您那张照片围的好，对。下午演完了，下午的观众就不走，对啊，然后马上就掏钱买晚场，可是晚场的票早就卖完了，对，两场观众查的一场，最后没办法了，
连台上坐的都是人，这个咱们有剧照。他们这饭是怎么解决？吃饭？他有的是，来的时候啊，门口摊一煎饼，有卖毛巾，观众们带着进来，然后带着水，就坐着不能动。对，你一站起来，这座就没。对，我给又卖一人。是，有的饭都不吃。咱门口最早一出门往右拐，往左拐有个小饭馆，后来那小饭馆根本就不卖饭，就把那凳子租给咱们就够了。他把这一场的凳子租给咱，你这卖一天菜还能卖。想当初咱火的时候啊，外边采访咱们采访。我拦您句，师哥，咱们现在也火啊，刚火的时候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现在不火，只能泡澡呢，担水了。又胡说八道。你怎么又胡说的？师傅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说话注意点。一聊天就不走不走心。这个采访不着咱们，采访那摊煎饼的。对对对，摊煎饼天天上班穿身西装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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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电视得好看点。对对对，这我有印象，天天采访来，因为后边实在太忙了，记者们没有机会能采访演员，采访摊煎饼的。都是包袱啊！对对对，后来摊煎饼不好干活了，穿西装天天接受采访。现在干嘛摊煎饼？摊煎饼现在不知道，要报社了吧？嗯，太快了！哎呦喂，太感慨了。那会儿净打架的，记得吗？打打架，打架的，还有喝完酒来的，坐台底下骂街的，各式各样的。这个他们就没赶上，秦霄贤他们一包躺地上的。啊，有都没赶上，有没赶上打架骂街的，我赶上。那个观众乐得癫痫犯了，在台下抽风。对，太高了，生病爸爸过去掐人中。哎，我爸给救过来了，好家伙！因为我奶奶犯过癫痫。哦，别提这个了。好家伙，家里是因为这是卖房赔的人家是吧？我爸没拿他这钱呢。哎，圆上了。净瞎说话，又瞎说话了。这个我没猜着，咱们再来一个。就别来了，别来。您还有印象吗？有一回您有记性没？我怎么就没记性？您还有印象？说话都注意点啊！您说说，台下做孕妇生了要？啊，那是在广州。上海吧，广州好几回，就是广州还起名是不是？现场生是广州，后来第二年还那孩子还来了。他说的我想起来，在天桥德云社有一个羊水破了，对啊，有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孕妇是因为马上要生非停止，这么些孕妇，然后她丈夫一帮人带她来，一帮家属在那看着她。怕他出事儿，我印象很深。然后烧了他爸给人接生的嘛。好家伙，我爸什么都会，又瞎说。然后赔你谁不钱？卖房赔人家那事儿吗？你家趁多少房？看得罪多少人了？那会儿都没有张鹤伦他们。对，聊这个聊一期，我现在都没有不用看。老秦呢，小孟都没赶上，没赶上吧？啊，都没来。周俊良那会儿还在基地上学呢。嗯。九七还在金友戏画画呢。我外甥还在家上桥呢。对，最大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庞各庄的大院，那是咱们的一个最苦的一个时间节点。又瞎说，哥哥，我错，这是你亲师哥。后来到了大巴那大院，您就说好很多了。就咱家就闹贼了吗？哎呦，都招贼了就好很多。闹贼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听说了，太。有一天晚上在德云社说书，我印象特别深，说书。说书那个内容就是啊，这家人两口子睡觉，然后呢晚上屋里边那墙上挖一窟窿，进来一个贼，结果把钱偷走了。那天在台上我说的是这个，说完之后呢我就回去了。然后呢那会儿咱们跟你大爷，我们都在那个大兴边上分别有一个院子，因为那会儿养好多小狗，你大爷养好多狗，你师娘有好些狗，哎，挨着住。说完那个书然后就回家了，晚上吃完饭，一院的狗，每天院里还有一藏獒，老趴着我的门口。老虎，哎，叫老虎那藏獒。完事儿，我跟你师娘说，天儿不早了，演完睡觉吧。早晨七点啊，这个小杜，小杜不是王东，小杜站在我床头，师傅，我一睁眼，我这孩子天还蒙蒙亮，我就上屋里来了。师傅，您起来看看吧，咱家闹贼了。我这一睁眼呢，这屋里边什么东西都翻个乱七八糟的。出来一看，院墙上掏一大窟窿，跟我昨儿说那书一模一样。然后顺着院墙出去，我那个裤子、鞋、腰带乱七八糟都在院墙外面。还有个包啊！看来贼穿不了。这个关键它有一个有一个很神奇的地儿，就是说
满院子狗都没叫，那个藏獒就趴在这个门跟前儿，也没出声。对，这边就都是他给叼出去的。啊，又瞎说是吧？对的，藏獒太厉害了，四老师看这么大岁数，全人警察就都来了，好家伙，还都挺高级身份的刑侦专家。对，记得吗？查了一整天，对，做各种的这个什么，咱也不懂那个专业的。对，指纹什么哪儿都留了，拍照。那天万幸的就是您没醒。那后来警察就说，得亏你没睁眼，你要睁眼这下你就挨上了。因为有一个大钱夹子就在我师娘的那个床头柜上，嗯，那钱夹子都没了。嗯，这不是咱住旁边那屋？对呀、啊。你们还那个案件模拟来着，最可乐。半夜晚上，第二天晚上，这帮师傅说咱来一回，重映一回，演一下。我演那个小偷，我从他们窗户上爬过去，我刚进那屋，灯一下，我师娘说开灯不行，太吓人了。那个大钱包丢了，还有我那床头柜里边那钱也没了。连烧饼他们家那房本也都拿不着，反正手机在这儿呢，不是这些钱，手机也没了，手机也没了，对，相机。我听说那会儿正赶上三哥那个刚撞完，是不是？前后脚，孔云龙刚出完车祸不久啊，在这儿躺着，然后警察才那个录口供，嗯，说你这是怎么，那是干嘛的？到这说相声的，警察说相声说成这样的，哪段相声说成这样？对，说什么相声说成这样？对对对对，说孔云龙对吧？对。哎呦我的天！好感慨，其实那会儿也挺好，那个是咱们真实生活。你看网上还有一回，好多自媒体发了一张咱们上那个延庆那个农村一日游那照片，您记得吗？愣说那会儿是咱们那个在那儿艰苦岁月，那不是，不是，那是出去玩去，就玩了一天。好多自媒体愣说，你看看他们当年还拿大柴锅做饭，那叫农家乐，你不懂吗？其实真正的是这个是这个院子里边，咱们大伙在一块儿，有李云杰，嗯，岳云鹏，哎，小栾。烧饼，曹火阳，老三，哎，马克奇，这个有赵老六吗？有。后来大巴的门口一进门盖了一炮楼，后来六哥搬他请那儿，炮楼里二楼，赵云霞咱那上头住，对，记得吗？给他请那儿的。最早是马克奇住那上头，对，是吧？后来是赵云霞，嗯，后来上面都是水果皮儿啊，也不是哪一位住进那上面吃，嗯，一晃。很感慨啊，云杰师哥的裤衩在那儿穿。哎呦，师哥这臊子，裤衩子好几个洞，一拿起来这都透亮了，哥，咱换一个。还是裤衩，蓝色的，刮大风给刮起来，刮在院墙上面了，你知道吗？给他臊得够呛。对，好几个窟窿，拿起来都看得见。他是那捉迷藏的裤衩。哎，您猜今儿咱为什么要在这儿泡澡吗？我猜一下吧，要钱吧？你又瞎说，可让我逮着我招着他吧，还有嘴欠。哎呀，心疼你，心疼你，像云杰的内裤似的，有几个千疮百孔，随风飘摇，千疮百孔。咱们几个人啊？八个，剩八个，剩八个了，剩八个。泡澡是放松。啊，然后也是为了下一步，咱们就来放松一下，别太放松了也啊，嗯、啊，这个也是为了下一步继续工作，咱们这不能老跟着泡，泡什么时候是一站，是不是？别老搓，手下你老跟着，哎，老孩子，啊，没事，肉汤，你动口，哈哈哈哈哈，有意见啊？你看咱们从开始，咱们这德云逗笑之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还是挺好玩的，啊，嗯、越来越好玩，尤其是有这个。岳云鹏等人在这跟着起哄，啊，非常有趣。平儿觉着呢，好、哦，爱不爱？哎，嗯，太好了啊！但是这玩意儿，这个咱们这个有一问题，就是说到这儿又说到王九龙的痛处了啊！啊，外甥，哎，难过吗？难过。这叫什么尺寸？但是没逮着他。你这叫什么尺寸？我但凡能配合就配合。做效果的艺人都不会了，难为住效果咖了，你看看。你要怎样？好了，出去来。后期字幕只能说是太尴尬了。你们一块儿。难过吗？难过。做瑜伽，我只能做瑜伽了。给你，咱们从最开始的，咱不是九个人首发阵容嘛？嗯啊，因为一关一关这么走下来之后呢，淘汰之后呢，必须还要补位，啊，以后才能够往下继续的前进啊。那么这下我们就到了补位的时候了啊。这个于老师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。咱补一。于老师补位啊！于老师补进来。于老师补进来。他们有人建议您补进来给孩子们补人，
哦，哎，是这么设计的啊。不是，我们需要一搓澡的现在。然后那个，编导组说您偷着给编导组写了一个请求信，要求补位。我说那得问一问，看您愿意不愿意。啊，这已经补进来了。好，那行了啊。那个于老师看来是不愿意啊，不愿意呢还得怎么听出来的不重要啊，五位的人已经到了啊，头天就已经来了，这池子还没水他就来了，刷池子来了，他放的水擦的池子啊，这个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让五位的三拜九叩进来吧。谁呀看看谁。有请邓伦。Hello。 我还是他。哎呦，还是他呀？还是他呀？怎么那么失望啊？怎么还是他呀？好，还是他。行，你走吧，没事儿。所有人都很失望，到这儿都完了。不是，他是这补位的，是吗？是，真的呀？啊，真的。开心吗，哥哥？啊，淘汰完了再补回来。我第九，您第八吗？这就回来了。水炖了，那个你们几个上去，先给他抬起来扔里边啊。然后我也不走吧，我自己跳，赶紧自己跳不管用。王子龙给他弄下来，走，坐到咱一块儿吧。马哥呢？我把他站起来，不愿动。我站起来带多少水走的？孙叔叔一起。哎呦我的妈！慢着，您搁着啊，搁着。没搁着吗？没搁着。再来吧，再来。来，上这边来。自己人都在这边啊，我坐门搁边儿呢。离我远点。俩人终于走了，最后我想采访一下王九龙同学啊，哎，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很高兴，所以说哎，又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们这一对儿是这样的，来一个就得走一个啊。哎，那我挺高兴的，哎，回来，哎，这回对，这吃的还行，这回对，我用你说话。完之后，上一期录完之后，咱不说啊，淘汰了张九龄了吗？然后王九龙哭得跟贼过似的。怎么写？那么问题来了啊，谁怎么写啊？你说吧。对不起。所以说今天呢，这个张九龄又补位回来了。上这儿。但是啊，重点来了啊，三期淘汰是真的，就是今天这一期淘汰那是改不了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这心情。那是啊，要哭的今儿哭，知道吗？今天完事不会再有那个，回来吧，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。哦，合着您央给人家来着？你说什么呢？央给张九龄回来，还不错呢，还不错。告诉你，张我就再原谅你这一次，我不原谅他，我。早该让你来，多好玩啊！你挨着水珠，水珠。您这刚吃完脚丫子是没有？行，没事，别开脚，没事。